点解呢啲菜同肉会用咸水醋绑住嘅呢？原来喺未广泛使用胶袋之前，喺街市买餸就系用呢啲咸水醋将啲食物绑实。有超级市场咧，咁佢有胶袋啦，啲嘢干净卫生啦，咪下下用胶袋为主咯。变咗我哋街市咧都要跟住佢嘅时代转变，咁啊转型用胶袋嚟装嘢咯。即系佢个顾客认为系干净卫生咁嘅情形咯。咁呢水草随住时间改变吧，完全已经系冇啦。所以而家你哋呢批即系后生呢啲咧，根本系唔知系咁嘅情形咯。咁到底点样绑住啲食物呢？我哋有请陈太为我哋示范。譬如我哋买一斤，嗱称咗，咁咪绑住两下三下咪 OK 咯。嗱。陈太又话：虽然用咸水醋绑食材难以再出现，不过俾新一代知道呢一个传统都系一件好事。ONTV 东网电视新闻台报道。